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，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奶香煎蛋糕。配方：低筋面粉150克，鲜奶约160克，鸡蛋2个，泡打粉3克，炼乳8克，蜜糖8克，酸奶30克，白糖10克，牛油8克。各材料混合均勻，鮮奶分批徐徐倒入，從頭打至稀，防止生粒。面將過篩靜置10分鐘左右，中慢火煎至兩面金黃色。成品：松软可口，奶香蛋香，软滑而爽口，香浓口感好，老少咸宜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